他很细心，然后他想东西想得很远，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会为我着想。我喜欢你脾气比较好，因为平时生活中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或者很急躁的人，但是他每次就会很忍我的脾气，然后平时只要我在家他会把我照顾得很好。想到你理解的能力比较笨，然后老用错成语，善良，还有就是超级帅。他是一个很持家的人，他很爱干净，很漂亮，还有很会打扮。不停的吵架咯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种可以让你更加的认识对方。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要分开，然后不要异地恋这样子。其实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分隔两地，所以异地恋对他来说是他比较难接受的，他其实挺辛苦的，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陪他的时间不太够，然后欠他一点。